害天灾地，一切尽正道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强者，让修行万界和平共处。你还欠我一桌酒呢，别死了。夜雨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徒弟啊，老夫的故事也算走到终点，没有遗憾了。老祖，这人怎么一惊一乍的？说明恢复得快啊，不愧是上人境的体魄。恭喜你，夜雨，正式成为内门弟子。这位小辈，我知道你很兴奋，但……放肆！你。费了半条命，通过地相考验来到圣地，就是为了杀人吗？这是幻境，不，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鄙人是元始圣地开山老祖曹飞羽是也。元始圣地。那小子说他来自未来，我们要被掠夺成灭了。哼，老祖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自从你们在蛮族领地击败异界之人后，剩下的掠夺者早已是过街老鼠，不足为惧。但我看这弟子就是考验时被设下的阵法幻境刺激，有了心魔罢了。那不如让夜雨加入我灵山一脉吧，修行禅道定能助他放下心魔。空中掌门，不妥吧？他体内剑意凛然，显然是和我不朽皇朝剑道一脉。此言差矣，他是因我瑶池阵法种下心魔，更该以瑶池阵法来剑。行了，他三派功法皆可修行，是难得的天才，或许可以助我们完成那个计划。涅槃之火，这时候的剑魔世界留有禁制，所以我也被压制到了圣人出境。是山河设计图让我来到千年前的原始圣地，可昭客早已是禁忌，我根本杀不了他，我更救不回他们。我说你，你每天饭不吃觉不睡，早课也不参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毁灭世界。哼，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，是吗？急什么？我正打算建立一个暗门，招揽同修三派功法的弟子，暗中监察异界之人。你暂代门主位置，如何？老头子，你想建天庭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，待在这儿没有意义了。那对你来说什么有意义？你在这预言半天，又不想当救世主，你到底来干嘛的？我也想知道，改变不了未来，我到底能做什么？年轻人，不要总想着去改变未来，你活在当下，就着眼现在。你所做的每个决定，不都会影响未来吗？我的决定。我加入，但这个组织不仅是监察异界，更是为了创造一个逍遥盛世。那就叫他逍遥门吧。另外，我已经有第二个加入的人选了。哦，是谁？石天文。你确定？哦，叔，你有事儿吗？我饭还没吃完呢。哼。老祖，小石还是个孩子呀。门主大人，外门弟子里也有十岁以上根骨极佳的孩子，您要不再考虑一下？练功得从娃娃抓起，就他了，以后他由我亲自带，我就是他师父。等一下，
下传真，听说你门下在招同修三派功法的弟子，我要加入。你安排的？你看这个人不错吧？我反正觉得没问题。这位美女，师姐，现在人员已经满了，请回吧。我，哎，你等等，我可是不朽皇朝的精英弟子，难道我还比不上这个小屁孩？我把我的名额让给你，我要回去吃饭。吃个屁！这样吧，我不出任何战绩，你拿回剑鞘，我就答应你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空降门主实力究竟如何。全真是所有弟子中第二个拥有自创神通的，只拿回剑鞘应当不难吧？剑技倒是运用娴熟，可惜没多少实战经验，一眼便会被敌人看穿。这家伙只抵挡，居然都找不到一点破绽。哼，喂，你倒是也攻击啊！哇，认输吗？不，我赢了。我，你怎么比小爷还会耍赖？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呀，门主，以后请多指教喽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的。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柳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我们已经被人封闭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我们死定了！朱颜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成为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颜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！